大家好，我是肉肉斯普拉肉汁，给你饱满多汁的小知识。今天斯普拉顿官方又释出了新的特殊武器 SP 以及新的派生武器，真的是手脚很快啊！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开始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首先，新的特殊武器 SP 名字叫做 Deco 一击 Lassi，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要翻成什么，如果有肉粉知道的话呢，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这个看起来超级可爱的水球，头上绑一条束带，其实我昨天就在想啊，会不会是束带勒紧然后定时爆炸，没想到还真的是这个样子，看来我也是一个小预言家了吗？这个看起来蛮像是一个大范围固定的定时炸弹，我看起来感觉应该是区域打开会蛮好用的哦。当然依照其他地图跟模式啊，其应该也会是蛮好用的哦。但我想说如果图很小啊，如臭鱼干这种图啊，这个 SP 就会很可怕哦，一定会是一个压加神器，相信到时候又会有一波环境 SP 潮出现哦。官方的解释呢，就是发射过后会有像是超级跳跃的信标一样，倒数计时过后呢就会爆炸。如果受到敌人的攻击呢，是可以被破坏的。但画面中可以看到啊，破了一颗不足以被击杀，感觉比较像是打开用的 SP。不过这个倒数时间呢，是不是有点长啊？放完我看人都跑光了欸。如果这样想的话，那确实真的是很像打开用的 SP 啊。再来是万众瞩目的派生武器 NZEP 89。是85后期的模型哦，色彩也是改成了这个橘色。副武器呢搭载的是机械炸弹，也就是俗称的小机。那 SP 特殊武器呢，当然是配上最新的 Dequiji Lassi。虽然说呢不如预期哦，像是二代的导弹哦，不过落下来的感觉确实也是有一点像啦。让我想起二代时呢，我都会来一个双小机流。这一把更新后呢，我有点期待。再来，就是我最爱的冲突爆破枪，我都叫它蹦蹦。新的红色蜡笔哦，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啊。副武器呢是万众瞩目的冰壶回归，特殊武器 SP 呢配上这个 Dequiji Lassi， 让我感觉这两把真的就是二代派生武器哦。不过呢把导弹呢换成新的 SP， 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啦，有一点不一样才会有变化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期待欸。详细情形如何呢，就让我们在3月1号呢时装之后一起来实测吧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SP 呢跟新的派生武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，有什么大胆的使用预测呢，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，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给我们一个赞作为支持。斯普拉肉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